琴日我就去機場接我爸啦，因為佢啱啱好就嚟香港睇啊睇我個侄仔，接阿爸，接爸爸，係。嚟緊就 Father's Day 咁，所以就俾佢過嚟香港咁樣。咁好笑嘅就係見到一扎人喺度，咁都唔知係發生咩事。結果原來佢同喬妹同一時間出嚟，咁個畫面都幾搞笑。咁你見唔見到全部冇啊？因為全部啲人圍住佢，咁所以咁我又係好遠嘅地方，咁所以就冇睇到佢咯。係咪覺得會唔會覺得佢哋兩個好登對啊？佢同阿宋仲基咁好睇。係啊，佢哋兩個好好有夫妻相，同埋好 sweet 咯。啲人有冇覺得你同阿玉樹夫妻相？哇，好驚我咁樣。唔係，其實似有某啲位置都可能會越嚟越似嘅咁啊。佢話我好似越嚟越靚咯，識咗佢之後同佢拍拖之後，越嚟越靚咯。咁可能反眼啊！你唔知拍婚噶咯喎，仲有仲有空間啊！冇啊，通常呢啲位咧，我就係笑一下就算了。唔係你唔覺得阿陸生對眼越大嘅咩？啊係啊，佢對眼真係大咗好多。前排同佢去影一輯相，咁我本身以為佢化咗眼線。結果是原來沒有化眼線的，哇，對眼睛很精靈很大，是不是整座整座他對自己很有信心，他的名字也是影相相相的，不是，是幫一間studio 做一些東西，幫他們拍一輯相。那分期呢定了什麼？我估是年尾咯。蛤？我估是，因為始終年尾會，是什麼年尾會，年尾會，為什麼今年年尾啊？因為他是不想跟我說太多關於分期的事，但是因為我年紀比較沒有時間，我比較不用做事，所以我不會是他都很 secret 的跟我爹地媽咪有些商量，即是特別多了你的，應該都是的。應該都是的。年尾就快了，心情怎樣啊？覺得呢排好像很忙，咁冇咩時間真係專心嘅去諗做婚禮嘅嘢，咁希望六月之後去完佢賽完車之後，可以有啲時間可以靜一靜，諗下要點樣安排咯。始終一生一次都想有啲，都希望可以有機會參與一下自己嘅意見咁樣咯。